你还可以掌握那个黄珊珊，你一百39.39。我没有看到了，嘿嘿嘿，这我不看到。对手蒋万安七月底才来会刊，不到一个月，陈时中后脚就跟上，还带来早餐，让台北市议员林瑞图面子做足。大家莫误会，讲我一抓伊，我就入去。伊居然来，我第一次就有好感嘛。一回生，二回手，三回手牵手，四回口对口。闽南口对口，闽南口对口。现在疫情不可以。林瑞图妙语如珠，相较于蒋万安和黄珊珊，这是他和陈时中第一次面对面。哦，这个做行政的人，伊就唔开发啦，伊就不投树林那种阿蛋。没啦，我没，我对这做兴趣。他大一爱起劲哦，咱讲就较歹啦，从前面手牵手，后面下毒手。前四任哪一个下毒手下最重？我刚刚是柯文哲。好家在让林瑞图最不满的是有台北市第四组候选人之称的柯文哲，陈时中借机融化林瑞图的心，让两人更靠近。不过七月底林瑞图邀蒋万安一起会宽关渡国中篮球场屋顶反光陈旗案时，却脱口说黄珊珊和陈时中反应了都没有用。我没有讲都没理会。林瑞图急忙撇清误会一场，看来还没打定主意要选边站，也难怪三位台北市长参选人都想积极拉拢这位无党籍的西票机。记者陈彩怡、陈志宇采访报道。